们这篇论文的题目主要是研究红火蚁，就是很特别的蚂蚁，它们结乏的特性。那在过往的理论里面，他们认为说红火蚁结乏是因为像早餐谷类，由于表面张力在牛奶上面会结成一坨，这是过往的理论。那我们的论文其中一个主要的贡献就是我们要推翻这个理论。那我们的做法其实很简单，我们就是把这些蚂蚁不要摆在水上面，把它摆在一个振动台上面。那振动台怎么振，上下左右振都无所谓，结果我们发现说这些蚂蚁还是会结成蚁乏，所以那这个就很显然就质疑了过去的这个理论。